我都是对男生非常的热情奔放，然后时不时会对他们做一些很猥亵的事情，例如说上游泳课的时候脱他们的泳裤，或者是对刚刚说的就是睡觉的时候睡在一起这样，就是我会喜欢他在睡他的觉，然后我就从他的被窝里面爬进去，把他被子掀起来，我爬进去跟他一起睡。